我是 Austin， 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主题，好不好？好贵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抽包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就不特别介绍全部的每一颗陀螺，我差不多这礼拜应该就会送到全套的 B101， 好不好？101我有订全套，所以各位不要担心，我只先试抽三包，如果有抽到千王的话，我就把它马上来介绍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马上来抽抽看吧，好不好？今天就不废话了。第一抽，马上试抽三包，刚出就抽，因为你订全套一定会比较便宜，可是单买抽包一包要250块，太贵了，我这样花就750嘞，对不对？来了，第一包。一二三，没有抽出来，一二三，好爽，有没有？天王二中奖，好吧，哇，超爽的，好爽哦！哎，这一弹有两个天王，所以天王二号被我抽到，好不好？我人生什么火渡凯继承人啊？好，丢吧。来，冲击雨蛇，我在这里，雨蛇在等你，雨蛇，一二三，这个是那个邪神飞翼其实还不错还行，可是我要邪神飞翼干嘛？这已经什么年代，还在那边给我飞翼？好，没关系啊，当经验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邪神飞翼大概长这样，好不好？第三包，刚才前两颗我还可以接受啊，可是我希望这一包抽到雨蛇，功德圆满。哇，不行，我要大。你知道我们家已经把500块抽掉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，盖呀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，大概我们抽什么东西。好。哎呀，这个都提不起劲啊！哎呦，好帅啊！这没贴贴纸，你们当然觉得很丑。这个我一定会贴啊，因为那个不贴，基本上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鬼东西。拧成这样是要给谁开啊？拧成这样是要给谁开？我真的觉得这个抽抽包最白痴一点就是它轴心拧成一颗球，我根本不知道开的点在哪里，所以每次我都开的很痛苦。哦，帅，蓝色的 Z 体，就是飞凤原色的 Z 体轴。好，再來就是这一颗的贴纸地狱啊，我等一下回来好不好？这个太难贴了。我终于贴完了，这次贴怎么多啊？我的天啊，超多的！真的有一些超小的，贴得很生气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很累，我真的很集中。好，我已经贴完了，好不好？最下面最不起眼的那颗开始介绍。好，那就是我们第一颗，就是我们的盖亚。盖亚的话呢，它这颗的话，我们原版盖亚。好，我还特地去把巨人盖亚的那个原版的千王配置给找出来，还要花了一点时间，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，好不好？这次的巨人盖亚的话，我觉得给大家看到它跟原版的颜色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太相近了，算是有点太偷工减料，而且就等于是有点像是类似像那个波塞顿然后的水晶版的感觉啦，我自己觉得是这样，有点类似。好，这一颗其实我觉得它有点诚意啦，因为它给的铁呢是8铁，然后呢它的这次哦厉害了，它的这个环是 U 环，全新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想到在杂鱼上面也会有特殊的新零件 U 环跟这个搭起来的话，我觉得跟那个铁搭起来的话，我就感觉有点像是劈铁的感觉，就感觉是随身劈铁。我给大家看它劈铁的样子，有点类似像劈铁的这种感觉。可是底下还要实际打开才会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能力。好，再来就是它是比较了无新意的一个 Q 轴，就是牛头怪那个轴。再下一颗的话是，这一颗的话我觉得很赞，好不好？邪神飞翼啦，好不好？飞翼战神邪神版，这一次其实我很意外，这一颗竟然会列在就是这一次的抽抽包里面，可能是因为它已经算是比较旧代的一颗千王，所以可能才会这样列进去。然后呢，它的上盖的话，我没有原版的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所以我只能给你看它大概是长这样，还不错，有雾面，还有喷一点就亮粉，就是雾面的一颗邪神飞翼。我觉得这一般版的它是就单纯亮面，然后这个我觉得算是也不错了，好看。下一点是它的铁，它铁的话是一铁。然后呢，再来是 F 环，紫色的 F 环很帅，真的很帅，我觉得很酷。
然后呢，再来是它的，在它的轴是古董级的 B 轴，就是下面是全尖的。上一个出现应该是神鹰吧，没记错的话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千王，好不好？飞凤 ，OK 吗？这一颗是我刚才找到好不好？就是烈焰飞凤的下一个版本，烈焰飞凤 F， 可以吗？大家 A 大家看不看得到？好吧，烈焰飞凤 F， 烈焰飞凤 S， 跟大家做个比较，有没有？这次我其实也蛮意外，这一颗竟然会放在千王包里面，我以为可能会是烈狐或是战龟，结果是飞凤。好，然后呢，飞凤的话，它这一次它整个鼻是变大了，废话，因为它从 S 变成 F， 好不好？这个的话，它的铁是 Y 铁，很普通。然后呢，它为了致敬原版，所以它连它的改变轴心都有做出来，一样是 ZT 轴心。为什么我 Z 怎么那么紧啊？好 ，ZT 轴心就那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就介绍完，那我们就马上来实测看看吧。Let's go， 这三颗来进行对战看看 ，OK 吗？来。我有盖亚被秒掉啊！我发现他马上打都不会超过三秒，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不！哦，好爽啊！一直爆炸！有这样终于比较正常一点了。那我们先试试看飞凤的攻击模式，跟他打打看。哦哟，哦，真是感觉飞凤意外的强啊！哇，赢了！飞凤换成平衡型。飞凤还是赢，好，再换飞凤防御型。飞凤跟鞋子飞对打看看，一二三。我觉得飞凤有点不太适合防御型。好，飞凤给我转换成平衡型。一二三。哇！再换飞凤转成攻击型。哇！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抽抽包的日常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这样意外会抽到这一颗，哎。哦，这颗真是超级，对我来说算是超级有情怀的一颗，因为这是我小时候玩的陀螺。好，然后呢，哎，大家放心好不好？完整的抽的话我一定会介绍，只是你们要等它送到 ，OK 吗？然后送到之后，我会把所有零件都测试一遍 ，OK？ 好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且分享，还有每周四晚上7:40准时发布影片。那我们星期四见，拜拜。